为什么韩国的军事实力会提升得如此迅速？如此一来，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四个亚洲国家的军力正紧追美俄两国，韩国超英国、法国，排名第六。预估韩国今年的 GDP 有望从第12名上升到第9名。韩国的军事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至少已经超过全球90%。在排名前10的国家中，竟有四个是我国的邻国。为什么军事造船技术同样不容小觑的韩国，能不能打造出航空母舰来？오늘은최근중국에서나온영상들중에서한국의종합적군사력을세계순위로평가하고분석하는내용들만뽑아서엮어봤습니다육해공종합군사력순위이문구를기억하면될것같습니다영상들에서언급되는순위는사실금년1월초에나온것들인데중국에서는여름이지나면서국내에서이슈화된것같습니다갑자기관련영상들이쏟아져나왔습니다모두한두달전영상들입니다군사력순위에대한사실관계와평가기관평가기준등을이야기하는기본적정보를활용가능한영상부터보시겠습니다海外网讯，据韩联社报道，美国网站全球火力21日发布2020年全球军力排行榜，其中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分列前五，韩国超英国、法国，排名第六。报道称，该网站的全球军力排名综合考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兵力、武器装备、防务预算、自然资源、后勤能力、地理环境等50项因素，算出军力评价指数，拥核与否不在评估项目之列。评价指数越接近零，表示其军事力量越强大。据该报告标准，内陆国家不会因为缺乏海军而扣分，此外是否拥有核武器也不会直接纳入评量，但拥核国家能获得额外加分，在航空母舰的计算中也会将直升机航母归入航空母舰之中。在该网站的全球军力排行中，前三名的排名已有多年未发生过变化，但在第四到第十名却经常出现变化。与2019年的排名对比，印度仍保持了去年的强势，保住了自己全球第四的地位，甚至摆出了一副就快挤进前三的架势。而日本和韩国则在今年相继超越了法国，跃居第五、第六位。如此一来，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四个亚洲国家的军力正紧追美俄两国。此外，在排名前十的国家中，竟有四个是我国的邻国。매년순위를무심히보는편이지만가만생각해보면영상속에서말한대로동북아4개국이모두세계최상위권에포진한이상황은절대로평범하거나당연한일은아니니분명하다고느껴집니다거기에다가북한까지있으니말입니다다음은우리한국에대해서만좀더집중적으로다루는영상입니다한국의 GDP 순위도약까지함께복합적으로이야기합니다根据美国全球火力网站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0年，韩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超越了英法等老牌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六大军事强国。与此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还发表了一份数据，预估韩国今年的 GDP 有望从第12名上升到第9名，达到 1.5449 万亿美元。不知不觉间，韩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六大军事强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九大经济体。这种情况的出现确实超出了大家的预料。在大家看来，韩国不过就是美国的小跟班，一直饱受美国的欺凌，结果就是这样一位被忽视的小角色却突然成长为了大块头，在美国的欺凌下逐渐壮大，这确实让人感到十分惊讶。为什么韩国的军事实力会提升得如此迅速？这可能与美国有着直接联系。美国在韩国驻扎了约两万多名士兵，而这两万多名美军名义上是在保护韩国，但实际上根本就是在混日子，骗保护费。当韩国遇到危险时，这些美军只会做上臂官，一点也没有帮手的意思。有消息显示，在2018年的时候，韩国靠近三八线的京畿道地区发生了军火库爆炸事件。由于爆炸时间是在凌晨，而且靠三八线又太近，所以当地民众就认为是战争爆发了，于是便开始四处逃亡。而在这个时候，驻扎在当地的美军居然也选择了撤离，抬腿就跑，一点也没有参与战争的意思，这引起了韩国方面的强烈不满。通过这个事情，韩国方面便意识到靠美军是不现实的，如果完全将军事大权交给美军负责，那么一旦出现了问题，韩国想自救都不行。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韩国便开始大力发展军事，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大力发展军事除了自保之外，可能还与美军军费分担的问题有关。众所周知，美国驻军韩国不是免费的，韩国每年都得向其支付一大笔费用，如果韩国不缴纳这笔费用，那么韩国就会受到美国的撤军威胁。而近年来，美国的胃口越来越大，索要的军费也越来越多，动辄就是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
这让韩国有点支撑不住了，所以为了减免军费，韩国必须得壮大军事力量。就算美国的撤军威胁成为了现实，韩国也能靠自己力量守卫国家。이조합미군분담금문제가중국온라인에서정말상상이상으로많습니다그들이미군주둔문제에대해그만큼지대한관심을가지고있다는것을알수있습니다다음영상에서는한국군사력순위가계속상승하고있는데강한조선기술을보유했으면서도왜한국마음을만들지않는지에대해이야기합니다아시아는군웅이구름처럼모여드는곳으로임의로하나를끄집어내도하나같이국제적으로명성이자자한국가들입니다지난해발표한글로벌사이트순위에서한국은일본에이어7위자리에이름을올렸습니다이는영국보다한단계높은순위로세계수백개국의군사력순위에서는20위정도만보면되는데20위이하는기본적으로그들의군사적저력을무시할수있는수준이기때문입니다하지만10위권안에든다는건매우두엄한위치인것인데세계3대군사대국은말할것도없이이미다른수준에도달했다고할수있습니다종합한다면한국의군사력은상당히강한데적어도전세계국가의 90% 이상을넘어선것도바로그이유라고할수있습니다수많은친구들이왜군사조선기술이만만치않은한국해군의지면실력이평화헌법의제약을받는일본보다못한지에대해이해를못하겠다고합니다한국이현재기술과자금력을바탕으로한국마음을만들수있을까요이에대해한국이항모건조능력을갖췄다는분석이나오고있습니다우선한국인들은견실하고국제적으로앞서는조선기술에기반이있습니다다음으로는한국과많은서방국가들간의감정을들수있습니다많은핵심구조가되는배선과사출기등에있어한국의능력범위를벗어나더라도친구들에게서돈을주고살수가있습니다현재한국해군은비교적많은대형톤수함정을보유하고있어항모를위한각종호선과지원형전함으로분담시킬수있지만한국마음은해상작전플랫폼일뿐이며그가치는지휘계통과함재기에있습니다그러나현재독자적고정익함재기를개발하는나라는전세계에서중미러인도4개국뿐이며단기간에한국의기술을돌파하는것은불가능해보입니다쓰고싶다면미국에서구입해야하는데한국으로서는만만치않은비용입니다국제관계라는시각에서볼때한국의심리에있어먼저빨리제거하고싶은것은반드시일본일것입니다섬나라에대응하기위해대량의자금과인력이드는한국모함을건조한다는것은수지에맞지않습니다일본해상자위대의실력을얕볼수없다지만한국은대형통급의구축함이나헬리콥터항모만으로도충분합니다만약미래의한국이자신보다훨씬강한적수를만나게된다고해도미국은분명히자신의최전선이망가지는것을두고보지만은않을것입니다따라서한국은단기간내에는크게뒤탈이없을것이라고할수있습니다일본에비해한국은자신에대해더정확하고현실적인포지셔닝과판단을할수있는것입니다앞선두영상에서전체군사력을다루는내용에서더들어가조선기술과항모건조능력까지이야기하는영상까지보셨습니다의무복무도없는중국에서방송과온라인을좀뒤져보면무수한밀리터리자료들을쉽게찾아볼수있는것도동북아의밀집한군사력을대변해주는듯합니다다음밀리터리영상에서는오늘영상에서파생된소주제들뜬금없이베트남과우리한국을비교한다든지하는곁다리내용들을묶어서한번올려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